路易九日肺炎肺癌驗血，今日嚟係驗血同埋照 CT scan。就個瘤就細咗，淋巴核就大咗，變咗就要等啊！佢喺佢有冇辦法個瘤再大啲先嚟翻嚟，需要醫定唔醫？12月翻嚟復診，向 West Cancer Center。嘅意思即係話咧，個結果驗咗血同埋照 CT scan 咧，佢好咗，即係未壞到嚴重到，又唔算係好，但係就係屬於第一階段癌症肺癌，最好就係用一樣嘢醫，用唔係兩樣啊。一樣手術，如果唔做手術就做輻射，用 X 光或者收音機波去輻射。